我们讲第四个大问题，就是菩提心与七支供。七支供的内容主要就是根据普贤菩萨祈愿品的十大愿王建立起来的。普贤菩萨的愿力为什么会称为愿王？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每一个愿力，他的所缘境，境虚空遍法界为对象，他的所缘都是无限的。每一个愿力，他的所缘都是无限的。什么叫所缘？就是对象。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愿力，我们愿力，我们平常那个愿力啊，都非常的狭隘。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件事、两件事。而普贤菩萨的愿力呢，它是以净法界、虚空界的一切众生和一切诸佛菩萨作为对象。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所缘境是无限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的心只是放在一件事情上，我们的心可能是很小。可是我们的心如果以整个虚空作为对象的时候，我们要想认识的是整个虚空啊。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是没有界限的。所以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多看看天，这个心啊一下子就会变得很空旷。那么普贤菩萨因为他的愿力是所缘的对象是无限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愿望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量，把我们的有限的心变成无限。当我们的心缘无限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进入一种无限的状态。同时呢，普贤心愿品啊，它在我们积累资粮、集资进账的修行中，就是积累资粮、忏悔业障的修行中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最快的时间积累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们用一句现在的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普贤行愿品是集资进账的第一生产力。它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最快的时间打开自己的心量，它可以帮助我们最快的时间啊积累成佛的资粮，积累成佛的资粮。所以在藏传佛教里边，所有的修行里边，他们的所有的观想啊，基本上都喜欢运用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原理，把普贤行愿品作为一种集资进账的前行的这一部分的修行。当然事实上普贤行愿品本身也是修行的正行。我曾经给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就是给他一个说法，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就是菩提心的无上观修，佛陀品质的临摹方法。我们如果按菩提心、按普贤行愿品去修行啊，事实上就是在菩提心的一种最高的修行方法，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去临摹，用我们的心去临摹佛菩萨的心。那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用最快的速度上变成像佛菩萨的那个样子。因为普贤行愿品它是建立在华严的建立的基础上，所以普贤行愿品在修行中啊，它真是一种至高的法门，这种帮助我们成佛的最快的方法。那么这个七支供的内容，主要就是根据普贤行愿品的禅堂，把这个禅堂的内容啊归纳为就是七个七支，支就是肢体。我们修菩提心，这是主干。我们这个主干，我们需要能够撑得住啊，
我们要肢体，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你不能没有脚，不能没有手。那么这个七支供呢，就像脚和手一样。我们菩提心来修行啊，就像我们身体的主干一样。所以在极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里边，关于讲到极致进藏的这一部分内容啊，它也是应用的是七支供的修行的。所以我们要修菩提心的教法，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极致进藏，我们需要打开自己的心量啊。如果我们不打开自己的心量，我们的心里边永远只是装了一个人两个人，这怎么能跟菩提心相应呢？菩提心的教法是要我们利一切众生，我们要对一切众生都要升起大慈大悲的心。那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一切众生都能够装到我们的内心里边。那么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我们的内心里面到底能装几个人？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只能装很少的几个人，那你的菩提心是发不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打开心量，这个心量要打开到什么程度呢？就要像虚空一样，没有界限。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还有一个众生是我们讨厌的时候，那事实上说明我们还有嗔恨心，那说明我们的慈悲心还是不圆满。我们也想要成就佛菩萨的圆满大悲，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打开自己的心，打开自己的心量。那七支供的修行就是帮助我们打开心量的最好的方法。那么我们现在根据这个七支供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关于这个七支供的内容，我们有专门有这一方面的，这个书本。我看这次也可以给你们发一本啊，《普贤行愿品的观修原理》这个书啊，你们带回去可以好好学习一下。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七支供的第一支就是礼敬支，礼敬就是要礼拜恭敬诸佛，我们学佛皈依三宝，首先就是要礼敬，因为佛法是从恭敬中获得。如果我们对三宝缺乏这一份恭敬之心啊，那么佛法呢，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产生作用。所以首先要修恭敬。那么我们作为佛教徒来说，我们每天都懂得，比如烧香啊、拜佛啊、礼佛啊、供灯啊、供香、供花，我们应该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礼佛？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供佛，它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最快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相应，我们才能够最快的时间啊，成就无量无边的福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效果最好？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非常讲效率的时代，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做，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效果，要讲究效率。不讲效率的修行，事实上是难修瞎练。佛教讲不着相，不是不讲效率。不着相跟不讲效率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要讲效率，但是呢，不着于讲效率的相，应该是这样是对的。如果说你不讲效率啊，稀里糊涂的做，我这个就是不执着了啊，最后可能修到三恶道里边去的，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我们学佛，我们需要讲究方式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成功的一大半。我们看七支供的经文，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已毕，一切遍已尽无余，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不现刹尘身，一遍已刹尘佛，
一意城中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亦然，身尽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因生海，吐出无尽妙言辞，尽以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这一段是礼敬之的内容。这个礼敬之一共有四个偈颂。第一个偈颂呢，就是三门总理。什么叫三门？我们有三个门。这个三个门是什么呢？就是身、口、意三业。这是我们对外的三个门。那么三门总理，第一个偈颂就是总的讲，如何礼敬十方诸佛。所有十方世界中，三是一切人之子。首先我们礼佛，我们究竟要礼哪一些佛呢？我们平常我们可能会想着，我要礼拜观音菩萨，或者礼拜阿弥陀佛，就是或者礼拜地藏王菩萨，我们总是会选择一尊菩萨来礼拜。那么现在普贤行愿品的这样一种礼敬方式啊，它不是以一尊佛作为礼拜方式，它是以十方世界三世一切诸佛啊作为礼拜的对象。所以当你这样的一种所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礼拜的时候，那么你的一个礼拜，你的每一个礼拜啊，事实上你礼拜的就是一切诸佛，十方就是十方世界，三世就是代表着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当我们礼佛的时候，我们要观想的，我们是以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作为礼拜的对象，那么我怎么礼拜呢？我以清净身礼，我要以我的最清净的，什么叫清净的心呢？清净的心，事实上就是虔诚的心，就是没有染污的心，就是没有散乱的心。那么如何能够做到没有散乱的心呢？那就是要对佛菩萨，我们需要通过意念佛菩萨的功德，那么升起一份这个至诚的心去礼拜。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有了这一份至诚的心之后啊，我们面对佛菩萨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就是清净的。当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是清净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就是跟佛菩萨相通的。因为佛菩萨的心也是清净的，我们的心也是清净的，我们的心跟佛菩萨是相通的。佛菩萨的心是无限的，那我们现在也以无限的佛菩萨作为所言的礼拜对象，那么我们的心当下也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的心啊跟佛菩萨是相通的。所以我现在要以清净的身以意三业，一切片礼敬礼，每一个佛陀我都要礼拜，一个都不遗漏。当我这个起心动念，从心里边想着拜佛，到合掌礼拜，一直到磕头起来，那么这个整个过程，我们都是以十方诸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作为礼拜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然后接下来，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不现刹尘身，一一遍礼刹尘佛。那么接下来就是通过观想的力量来完成我们的身体的一种无限的礼拜。这个要通过观想，这叫观想的原理，就要应用你们的想象力，看看你们的想象力丰富不丰富。
如果你们的想象力不丰富啊，对这个通过观想来完成这种无限的礼拜，那可能还是有点困难的。但是也没有关系，也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方法来训练。训练之后，我们的这种随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心就会打开。我们的想象有多大，我们的心量就会有多大。所以这个想象力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住在大城市里面的人住得很拥挤啊，一般想象力不容易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要多看看天，多在山顶上，在大自然里边，这个生活啊，我们的心啊就容易打开。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学会怎么样用身体礼拜呼吸。普贤行愿归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不现刹尘身，一遍礼刹尘佛。就是我们要这个依托，祈求普贤菩萨的加持。我们要以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行愿的力量来观想，通过运用这种普贤菩萨给我们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观修的原理，真正普贤行愿品的观修原理啊，我们需要用普贤行愿品的禅行，禅行的内容啊，事实上就是观修的内容。我们需要通过禅行来帮助我们完成观修。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观修呢？就是要观想我们的每一个身体啊，我们要观想我们的身体变成无量无边的身体。我们观想在这个宇宙中啊，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就像微尘一样，就像微尘一样那么多。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观想每一个佛菩萨面前都有一个我，都有一个我在礼拜。有多少这个宇宙中有多少佛菩萨，这个宇宙中就有多少个我。每一个佛菩萨的面前都有我，都有一个我在礼拜。所以佛菩萨的存在是无限的，我的存在啊也是无限的，也是尽虚空遍法界的。看看你们有没有办法通过观想来完成这样一种这个礼拜。所以一生不现刹尘身，一遍礼刹尘佛。每一个我都在礼拜，这个每一尊佛，乃至每一个我又同时都在礼拜无限的佛，那这就是更进一步的观想。当我们做这样观想的时候，我们拜一拜佛就等于拜无限的佛。如果我们拜一拜佛，我们只是成就一拜佛的功德，可是我们现在拜无限的佛，有无限的我在拜，那我们成就的功德就是无限的，而不是有限的。所以啊，这个方法很重要啊。如果有这样一个方法，你能够用这样一个方法修行啊，那你积累资粮的速度就是非常快的。否则的话，我们以我们的有限的修行，想要成就佛菩萨的无限的功德，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因为有限不能成就无限，因为再多的有限加在一起都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用无限的心去观想，我们才能够直接抵达无限。所以无限必须要有无限的因，而不是以有限为因。所以我们现在要通过观想把我们从有限变成无限。那么下面一尘中尘数佛，各数菩萨众会中，不净法界尘亦然，身净诸佛皆充满。下面呢，用我们的意念来礼拜诸佛，我们意念来观想诸佛菩萨的存在。我们首先要观想在每一个微尘里边啊，都既有像微尘那么多的佛，
每一个微尘里边啊，都具有像微尘那么多的佛。然后每一个佛菩萨的身，佛陀的身边啊，都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你看，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住会中，每一个佛陀的身边又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无尽法界尘亦然，身性诸佛皆充满。在无尽的法界里边也都是这样子，无尽的法界里边有无尽的微尘，无尽的微尘里边又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诸佛的面前呢，每一个诸佛的面前呢又都有一个我，每一个我呢又在礼拜着无量无边的诸佛。啊，有没有把你们搞乱了？那么这个就是有意念的礼拜，这种意念的礼拜就是通过观想把我们变成无限。事实上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当下本来就是无限的，有限本来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哎，为什么说每一个生命的当下就是无限的呢？哎，因为每一个生命的本质都是空性，都是佛性，佛性本身就是没有任何界限的。我们世间上的所有的有限都是人设定出来，比如说我们这是中国，那是外国，哎，这是我的敌人，那是我的朋友，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所有的这些界限都是人为的一种设定，都是一种文化，都是人为的一种设定，都是众生的一种执着。因为众生有了这种执着之后啊，有了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设定，有了这样的一些狭隘的设定之后啊，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动物之间才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人只要能够把这种错误的这些设定弃掉之后啊，生命的当下，有限的当下就是无限的。所以无限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有限是我们自我啊，凡夫自我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设定。所以当我们从有限观想无限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去开拓一个无限，而是说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通过观想的力量把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有限的设定把它撤掉。一旦把这种设定撤掉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下就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啊，当下就是跟佛菩萨就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是通过意念的观想来达到礼拜的效果。各以一切音声海谱出无尽妙言辞，尽以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接下来呢，是帮助我们如何通过观想来完成以言的礼拜，用以言的礼拜和赞颂。那么我们需要观想我们每一个人，哎，这个宇宙中啊有无限的我，哎，那每一个我呢，每一个我都有嘴巴，都有舌头，哎，每一个舌头呢都在同时啊在赞叹佛陀，在礼敬佛陀。我们观想的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这个播音员，就是中央人民电台的这个播音员啊。当我们坐在这里这个广播的时候，在全国啊，或者在全世界各地啊，他只要有这个电视台，都能够收得到。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一个观想。那么当我们在这里称赞如来的时候，那么整个宇宙这种称赞的声音啊，它是遍满着整个宇宙，包括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声音，这个读书声啊，鸟语声啊，汽车声啊，所有的声音都转变成赞念佛念法念声之心，所有的宇宙中的所有的声音都变成是赞叹三宝无尽功德的音声，那么我们的心当下就会融入到这样一种无尽的功德之中。所以呢，这个是通过观想来帮助我们完成语言的礼拜礼敬。那接下来第二支叫做供养支，怎么样来帮我们修供养？能够帮助我们呢？这个通过观想啊，
来帮助我们修供养，能够在最快的时间来积累我们成佛的资粮。以诸最胜妙法曼，即日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记，我宜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以灯烛，一一皆如妙高记，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典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修供养？供养也是代表着我们对佛菩萨的一种恭敬和虔诚。既然是恭敬和虔诚，那么我们当然要用最好的东西来供养，要用最好的东西来供养。所以我们要用最胜的妙法，我们要用这个，首先用最好的花朵。这个花朵呢，蔓就是把花朵啊形成一串一串的，叫花蔓。这个也是印度人供佛的一种方式。除了花蔓以外，还用各种美妙的音乐来歌颂三宝的功德。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用香，用上等的香，沉香、檀香，各种美妙的香来供养十方诸佛。然后我们还要用伞盖，这种名佛伞盖来供养诸佛。如是最胜庄严记，我宜供养诸如来。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最好的东西来供养三宝，来供养十方诸佛，要用最好的庄严记。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以灯烛，一一皆如妙高记，我悉供养诸如来。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已经用有限的物质来供养，但是我们知道用有限的物质啊，它所得到的功德是有限的。当我们认为我们的供给是有限的，其实我们的心当下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观想的力量，首先把我们的供品变成无限，然后呢，随着我们的观想的力量，我们的心啊，当下也会进入一种无限的状态。因为我们供养的供品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的心啊，当下也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观想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以灯烛啊，就是我们所供养的最好的这些衣服，还有香，还有这个灯烛，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啊，有多少啊？一一皆如妙高记，就是每一个供养的东西，它就像须弥山那么多，它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多，甚至更多更多的，整个宇宙都是遍满着我的供体。我现在可以坐在这里观想，这个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东西都转化成，衣服啊、妙香啊、涂香啊、伞盖啊、花朵啊、灯烛啊，我可以观想这个宇宙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供体。然后呢，我们观想的这些供体是供养宇宙中的无限的诸佛菩萨。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现在要以这种广大的心，就像普贤菩萨的愿力一样，我把所有的这些供品，从有限的供品转化成无限的供品，然后观想着我的存在也是无限的，每一个我，然后在无量的诸佛菩萨面前捧着这些无限的花朵，在供养每一尊的诸佛菩萨。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观想，通过这样的供养，一方面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打开心量，
同时呢，可以帮助我们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我们的心量有多大，我们的福报就会有多大。小的心量不可能这个储藏这种，不可能容纳这种大的福报。如果我们希望要有大的福报，我们必须要有大的心量。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福报呢？因为诸佛菩萨是以虚空为量，是以净法界为量，而我们凡夫，我们的心总是非常的狭隘，所以我们不可能会有太大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像我们，如果希望我们能够具备像佛菩萨这样的福报，我们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心量。那么普贤菩萨的习愿品的观修啊，它就是在帮助我们打开心量。那么接下来第三句就是忏悔之，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无尽的生命中啊，为什么一直在轮回，一直在饱受烦恼的逼迫，一直在这个流转生死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造了业，我们造了业啊，就像我们在不断的在编织这种生命的程序，而这个每一个程序啊，它都会这个产生某一种结果，所以我们有无量无边的业，而正是这些业力给我们制造了生死，制造痛苦，制造烦恼。所以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业力，我们必须要消除我们的不善业。那么现在呢，同样我们要观想，我们要首先要观想尽虚空遍法界的诸佛。我们现在要观想我们自己呀，在尽虚空遍法界诸佛的面前，然后发出一份真诚的忏悔之心。所谓真诚的忏悔呢，就是对我们过去呀所做的罪业升起极大的追悔之心。然后同时要表示今后我再也不这么做了，这个表示非常重要。当我们如果能够升起极大的忏悔之心的时候，我们的业力的基础啊将会被摧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业力都是建立在我们对某一个行为执着的基础上，所以我们才能形成某一种业力。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升起极大的忏悔之心，意味着就是我们对过去造业的那一种执着的一种否定。因为任何业力的建立都是有基础的，所以我们能通过忏悔就能够摧毁我们业力的基础。一旦把这种业力的基础摧毁了，我们的心也就清净了。那么忏悔呢，也是我们学佛修行的菩提心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它就像清理这个荒芜的土地，就像这个我们要讲究，首先我们要打扫环境，迎接菩提心，发现我们需要打扫一个心灵的环境。忏悔就是帮助我们，这个清理内心的污浊，帮助我们拥有一个清净的环境，来播下这个菩提的种子。下边随喜之。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随喜就是一种真诚的欢喜。我们对于别人所做的善行，我们升起一份真诚的由衷的欢喜赞叹。当我们做这样一份随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心就会被打开了。同时当我们做这样一份真诚的随顺的时候，我们内心中的这种善心的种子啊，它也会得到增长。因为我们的善心也会被这种善行刺激之下，我们也会得到增长。如果我们不能用随喜之心啊，我们有可能就会用嫉妒排斥。随喜功德是非常大的，随喜功德有的时候他的功德跟对方做善事的功德是一样大，有的时候甚至会超过对方的功德。
一个人你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因为你的心态不好，所以你得到的功德并不大。反而另外一个人用像诸佛菩萨一样的这样一种慈悲心去随喜，他得到的功德比你得到的功德还要大。所以随喜呢，它也是帮助我们用最快的时间来积累资粮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非常的有限，我们要去做很多善事似乎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善巧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快速的积累资粮，那就是随喜。我们对所有的人所做的善行，我们都学会真诚的去赞叹人家。哎，当你用真诚的心去赞叹每一个善行的时候，同时你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且因为你的这个赞叹，哎，你会让对方很欢喜，你会跟对方结下一个很好的善缘。这个就是从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我们学会真诚的去随喜别人的善行，赞叹别人的善行，这个是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会随喜，对于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邪及无邪，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我们要对一切众生，这个众生呢，不管是我们喜欢的，还是我们讨厌的，还是跟我们莫不相关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哎，我们都要学会随喜。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我们要随喜起来是否容易？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甚至是我们讨厌的，我们要学会随喜啊，似乎就显得有点困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嫉妒障碍，我们的凡夫心在障碍，所以我们通过随喜就能够克服我们的凡夫心。哎，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从凡夫开始随喜，然后对于二乘人有邪，二乘里面包含有邪，也就是出国、二国、三国的圣人，无邪就是无邪的圣人，还有呢，诸佛菩萨，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一些善行，总的来说，就是一切对一切众生所做的善行，我都要表示真诚的随喜。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信仰什么宗教，不管你是人还是动物，不管你是人家认为的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凡是你做的好事，我都表示随喜。但是如果人家做的坏事，你就不要随喜。那么下面第五支就是请状法轮支，请状法轮。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寸请，转移无上妙法轮。请状法轮呢，这也是帮助我们积累资粮的、积累福报的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请求佛陀，这个注释说法，说法利益众生啊，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使无量无边的众生得到解脱。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解脱，都是因为你的请求，那么你的功德可以想象有多大，所以请佛陀说法，请菩萨说法，请善知识说法，这个功德都是非常的大。所以十方所有世间灯，十方所有世间灯就是指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就是这个世间的明灯。因为众生啊，都是生活在一种无明的状态里边，要打破这种无明的黑暗，必须要有智慧的明灯，必须要有佛法的智慧的明灯，才能够扫除世间的黑暗。所以佛法呢，佛陀又称为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寸请，转移无上妙法轮。所有的这些佛陀最初成佛的时候，那么我呢都愿意殷勤的寸请。我们可以观想每一个佛陀，通过出家之后，然后成道之后呢，然后就看看这个众生啊，这个样子啊。哎呀，算了，要不就入涅槃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马上就去请求佛陀，你不要入涅槃，
我们就观想在无量无边，在宇宙中啊，无量无边的佛陀，他们在经历的出家修行成道，然后接着就想要入涅槃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我，然后到来到这个佛陀的面前，请求佛陀不要入灭，你老人家不要入灭，这个悲悯这个世间的众生。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观想，做这样一个禅修的时候，当下呢，我们就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福报。第六支，请佛注视之：诸佛若欲示涅槃，我昔自诚而寸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乐一切诸众生。那么佛陀通过说法了之后，然后看到这个众生的化缘已尽啊，那么就要入涅槃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起真诚呢，起寸起，所以我起寸起，唯愿久处大乘界，利乐一切诸众生，唯愿诸佛菩萨乃至唯愿世间的一些善知识，因为他们是佛法存在这个世间流传的保证，所以呢，所有的诸佛菩萨乃至所有的世间的善知识，当他们要入灭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真诚的心去劝请他不要入灭。所以我们也要观想在宇宙里面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说法之后，然后他们就想这个看到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化缘已尽啊，他们就要入灭了。然后我们观想着，我们就每一个佛陀的面前都有一个我，然后我们就请求这个佛陀不要入灭，继续常住世界，转法轮，为众生说法。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观想来禅修。那么接下来第七支就是随向之，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起忏悔诸善根，随向众生及佛道，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广无边，愿今回向亦如是。回向就是把我们需要把我们以上所修的礼敬供养，请佛注视，请转法轮，随喜功德，忏悔业障，我们需要把所修的这些功德回向给法界的无尽的众生，能够让他们都能够早日成就佛道。而我们的这份回向将是永久性的，没有过期的时候。到底永久性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看一看普贤菩萨的海誓山盟：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广无边，愿今回向亦如是。你看普贤菩萨这个愿力，这个愿力是无限的。乃至虚空世界尽，我们知道这个虚空世界啊，这个虚空是没有穷尽的时候的，众生极业烦恼尽，众生和众生的业力也是没有尽头的时候的。但是为什么说有尽呢？就是一个用另外一种表示方式，即使是虚空是有尽，众生的业力有尽，我的业力，我的这一份回向也是没有穷尽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愿望比虚空、比世界、比众生的业力还要更长远。所以我们现在学习普贤行愿品呢，我们需要把普贤行愿品的这样一种业力，我们需要把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一份回向，这样的一种无限的心量啊，变成我们自己的心量。所以当下我们就是在修行普贤行，当下我们的心就是跟普贤菩萨相应的，不只是跟普贤菩萨相应，我们当下我们的心啊，就是跟十方的诸佛菩萨是相应的。那么七支供的内容比较有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集资、礼敬供养、随喜、请佛注视、请转法轮、
这个五支啊，都是属于积累帮助我们最快的时间积累资粮。忏悔业障这一支就是帮助我们忏悔业障，那么回向的这一支就是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功德啊，所做的功德变成无穷无尽，所以叫无尽增长。你要让你的所做的功德啊，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种增长值，永远也不会退。那么你要靠什么力量呢？那就是要靠你的这样的一种无限的回向。当你有了具备这样的一种无限的回向之后，你所做的有限的功德，它就会变成无限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如果你的心是非常狭隘的，是非常有限的，那你所做的功德就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功德增长的这个田地，当我们的心如果进入无限的时候，我们的心所成就的这个果实啊，它也是无限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的这一部分内容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要带着大家修菩提心的底部。我们需要通过三天来修这个菩提心，到了第四天啊，我就要给大家传授菩提心。所以在这个传授菩提心之前啊，我们先需要熟悉一下菩提心的仪轨的内容。这个仪轨的内容有包含着两个方面，前面呢就是菩提心的少时仪轨，这是我们第四天要用的。然后我们把它翻到背面打开，这里有一个佛像，这里有一个叫做菩提心的修习仪轨。那么现在大家以至诚的心跟着我，这个引请十方三宝为我们证明修习皈依。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法，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身，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身，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全圣身，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全圣身，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香花迎香花请，香花迎香花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
尽心奉愿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尊法。香发云，香发起。香发云，香发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弟子众等一心奉请。尽心奉愿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身。尽心奉愿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身。接下来，我们要一念轮回的苦，我们需要意念三宝的无尽功德，对三宝升起至诚的皈依之心，然后跟着我至诚念诵：诸佛正法贤圣身，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永皈依，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诸善根。我以所修诸善根，唯利有情愿成佛，唯利有情愿成佛。下面是修七支供，修七支供呢，就是帮助我们打开心量。我们在修念诵七支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观想的力量。在念诵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完成这种成佛的极致进藏的修行。那么七支供的内容，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所有十方世界中善事一切人世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五贤行愿为神力，五现一切如来显。一身复现刹尘身，一意遍礼刹尘佛，于一尘中尘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身心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因身海，普出无尽妙莲池，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以诸最胜妙华满，知得无上。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宝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洁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尽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根，最初成就菩提者，我尽一切皆劝起，转移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住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四法报无边，愿尽回向亦如是。通过修习七支供，帮助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灵环境。接下来，我们需要思维众生在轮回中受苦受难，而这些众生在无尽的生命中，都跟我们有过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他们在期待着有人解救他们，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对他们升起极大的悲悯之心，然后我们需要发菩提心，因为我们唯有发菩提心，我们才能够帮助众生解除轮回。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跟着我来念这个
菩提心，先是唯愿十方诸佛菩萨三千年，八圣一切千年，一时众生，一时生，一时生，实性戒性修性，所有善根，自作教化，见作随喜，以彼善根，如系诸如来应证等觉，提诸大比诸大菩萨，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如何发心？一子奉献，一从今始乃至菩提，一起中间与无上正等广大菩提合力发心，诸位故有情，为应得度；诸位解脱，为应解脱；诸位出苦，为应出苦；诸位遍入涅槃，为应遍入涅槃。我们已经修习的菩提心，为了能够利益一些众生，我们还必须要发起四弘誓愿。我们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自诚的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么，为了成就佛道，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做的一些功德回向给一些众生，所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